大家觉唔觉胡杏儿做咗人妻之后仲靓咗啊？就算身上面有咁闪嘅钻石，都唔及杏儿本身咁抢镜。问到老公有冇送钻石俾佢，佢就话结婚嗰时已经送咗一套，咁就好足够。仲话首饰最紧要系靓，唔一定要名贵，同埋自己要中意，边个送都好重要。啊，识得为老公悭钱，果然系贤妻呀、啊！不过呢一位贤妻婚后就依然做嘢做到冇停手，搞到冇时间煮嘢俾老公食，所以老公瘦咗唔少。杏儿都话希望日后可以多啲时间煮饭俾老公食，咁样就唔该你再俾啲时间去做人啦。你知啦，围村人要好快同埋要好多 B 噶嘛。佢就话冇颁到呢一条家规俾佢，依家真系未有时间做人，一切顺其自然啦。